out? No? Are you happy?这个西勇的这个火车站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去市区那边逛一逛。啊，这个一到这个火车站那边就是熟悉的这 Coop 这个超市，大家看看这 Coop 就在这边，到处都是 Coop， 是两大最大的超市 Coop 跟 Migros 在瑞士这个地方。哇，这边山真的是很漂亮啊！刚下火车，这附近就是山，群山。峻岭啊，天气非常的好，今天还有雪山上面，那边有个很高的一个雪山，应该是对雪山那边。我们现在在麦当劳这边点了两个汉堡啊，来看看这个我们点的 cheeseburger， 非常小啊，这个汉堡，哇，这个袖珍汉堡啊。婴儿吃的这个真的是怎么这么小的汉堡？不过价格还好，三法兰这个，来看看三法兰的这个小汉堡，里面有啥什么啥？里面有一片芝士，然后加一片小的这个牛排，小的牛排，啊，没有蔬菜，就这么小的。现在我们来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先看这味道，里面就简单的番茄汁在里面，啊。嗯，味道还好，还行，就是缩小版的 Big Mac， 里面没有生菜，味道还好，凑合将就吧。哇，前面这有个那个土耳其烤肉店啊，这在欧洲有很多，大家都应该都很知道这个土耳其烤肉店，烤肉各种烤肉。现在我们准备去这边市中心。地方去看一看。哎呦，今天很安静，今天好在今天有一些商店还是开门的。今天啊，很多老头老太太那边散散步，悠闲生活啊，真的是这边。啊，我们来到这个 Boulangerie， 就是这个面包店这个地方，他们就有卖圣诞节的蛋糕，可以看看。哇，蛋糕很甜，非常的甜啊，这蛋糕，它味道还是口感还是可以的。今天应该没有上班，可能没人呢。还有一些精品巧克力，圣诞节很喜庆啊。哇，对面的雪山确实非常的漂亮，对面雪山大家看一看，这个雪山白雪皑皑的，周边有些啥呢？啊，超市 Coop， 又是 Coop 超市，真的是到处都是 Coop，
然后这边 Coop 他们自己有个那个餐厅，下次我们可以专门出一批视频去探访一下 Coop 的 restaurant， 给大家看看瑞士这边当地的超市餐厅吃的如何，价格是怎么样子的。现在我们漫步在市中心的这个大路上，周边就是一些之前的圣诞集市，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关门了。How are you feeling? Sam, see. What? 哇！现在我们在这个城堡的底下，山脚下，再来看看这个城堡。还有这个雪山。哎呀，这个溪水流的，来看看这溪水。那里附近有烤肉的味道，估计是 K 爸爸那个味道。这边很多，当地有很多的这个土耳其烤肉店。有人说他们不是土耳其人，但基本上他们很多人从叙利亚或者是阿富汗或者是土耳其，然后来这边这个做生意，很多人，中东那边的移民很多。这里有一个圣诞小屋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扫码可以听故事的这个，很可爱呀。12点了，现在当地时间。我们这边走在这个街上，发现这边有一个中世纪的古塔，非常的漂亮。它是起源于14世纪的一个，那时候是防御，对，防御的时候一个箭塔，一直保存至今啊。哇，这个经过历史风沙，这个沧桑。哦，这边有它的历史介绍 ，Tour de Sorcière， 女巫塔，这个中文的翻译过来，之前是关押囚犯的。之前，哦，之前是在这个地方，之前是一个整个的城市，然后这个塔在这位于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等会去上面这个两个城堡。这边有一个建筑是1338年建造的，这个建筑大家看一看，一直留存至今啊，非常的古老。来看看这个外围，那是历史悠久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又转回到这个市中心这个地方来了，真的还是很漂亮的，西欧的城市，雪山。